一二三、タイワンズです。マナです。今日またカプセルにいます。だから今日またインタビューシリーズ。でも結構インタビューやったよ。どういうインタビュー？今回のターゲットは台湾人。このカプセルは一応日本企業だから、多分台湾人にとってちょっとカルチャーショック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やっぱ違うのかな。そう。そういうのも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な。じゃあ、今日の曲は台湾人に聞く台湾の日本企業のカルチャーショックを聞いてみまーす。じゃあ、まずは誰インタビューしますか？ちょっと探しに行こうか。はい、イエーイ、探しました。今からインタビュー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はい、请问你有在日商工作过吗？就是其他日商。有。哦所以比这个 capsule 还要更正式一点吗？正式很多。所以那个日商是每天都要穿西装？不用穿西装，但是就是服役的规定嘛，可能要穿衬衫，然后鞋子要穿皮鞋啊，然后或者就是不能露脚趾头或是脚后跟。那你之前在那个日商受到的文化冲击有哪一些呢？我的前公司的日商是不做应酬的，反而是禁止应酬，就是禁止私底下跟客人就是private的一些往来什么之类的，然后也不能接受客人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食物啊，请客什么都不可以。那现在的话，来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也是日商，但觉得社风自由蛮多的，因为在前公司其实真的蛮严格，就连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的东西都要放在个人的后面，有一个员工休息室的置物柜，然后是不能待在位置上的，位置上只有公用的东西，不能带私人的手机，不能在位置上吃东西，甚至椅背上面不能挂外套。日本の会社そうなの？絶対あのロッカー。マジで？アニメみたい。因为我很少看过是台湾的公司要放在置物柜里面，我们都是可以带私人物品上去的。在 capsule 没有 locker 吗？没有，真的。所以在那个日商就要这样做，比较像偏日本的作风。对，就是他们是真的都规定的蛮严格的。那还有其他文化冲击吗？主管是直属主管，有一些是日本人。老板的话就是会算是蛮日本的，就是他可能会在办公室里面巡来巡去，然后有什么问题或是需要我们改进的地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们的小主管，然后就说限期改善之类的。这个现在这个公司的 culture shock 有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待的是比较传统的日商，然后所以来这边会觉得，哎，好不像日商哦，就是日本人也会蛮台湾化。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没有化妆，有画那个眉毛跟口红。但是前一个公司的话，一定要画吗？不用说一定要画，但是大部分就是女生一定都会画。在员工规范里面是有写说，女生最好化淡妆。那个露露有写。对对对对对。那 capsule 的话，没有化妆也 OK 吗？哎，对，就我现在的样子。这么綺麗，真的超綺麗。今天谢谢你的分享，因为我真的是很正经。谢谢你，不好意思，谢谢，谢谢，工作加油，加油，加油。はい、じゃあ今はダンスの方探しました。わー。请问一下，你们在 capsule 的文化冲击有哪一些呢？文化冲击的话，可能在跟日本客户对接的时候，会有比较多的这个礼数啊、敬语之类的。でも前あれですよね、留学してましたよね。はい、しました。だからその辺は他の人に比べたら受け入れやすいのかな。九多くらい。那请问跟创作者可以很近距离的相处啊，还不错。例如，就像现在在拍片的。哦。幸福是幸福。那还有其他的吗？虽然是日商，但是我们都算是相对比较自由的，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任务事情做完的话，基本上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中午时间是不固定的，就是大家想休息的时候都可以休息啊，放松一下，然后再继续工作这样子。哦，请问一下，因为这边 capsule 的日本人蛮多的，那这个有没有特别多呢？飲み会。
有，我们会有时候会去喝酒或者是唱卡拉 OK。在台湾的话，完全没有的文化吗？カラオケあるけど、でも飲み会こういうあんまりないんだ。じゃあちょっと困ってる感じですか？困らない。酒好き。ちょうど好きだから。ちょうど好きだから。有没有觉得也是这样子？就是喝酒的特别多。刚进来就一直被灌酒。困扰，因为我喜欢喝酒。哦，好喜欢喝酒，好的。那还有其他的吗？我觉得这里像日商也不像日商，因为这里很自由，然后很轻松，快乐的工作。哦，因为是日商嘛，那一定要会讲日文吗？不一定的，像我就不太会讲日文。哦，对。但是基本的都基本的可以，稍微懂一些些可以。一般的话，有些是一定要，但是我们是还好，对。さっきの方もおっしゃってたけど、普通の企業よりはちょっと台湾と日本が混ざってる感じだよね。谢谢你们今天访问，谢谢。辛苦了，辛苦加油。じゃあ今はまた女性の方探しました。那想请问，就是除了 Capsule 之外的话，有在其他的公司工作过吗？有，之前在美商工作过。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跟其他的公司比的话，这个 Capsule 日商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Capsule 一定要打卡上下班，不然就算出勤异常，然后前一间公司就不会，比较弹性。ピピって日本の文化なの？台湾もあるし、でもたまにはそういうピピはない企業もある。然后还有听不懂日文，很辛苦，就是用表情去猜日本人在讲什么。之前的话就都是用英文，就算有日本人或是其他国家，印度什么，就是大家就会共用英文这样子。在 Capsule 的话，很多人会说日文，所以大家都用日文说话。对，所以进来 Capsule 之前的话，要先测试日文嘛，就是一般的打招呼之类的。没有哎，是看职位，我知道是有日本 team， 可能就一定要要求，但我们这边是没有。那还有其他什么文化冲击吗？前几天有遇到一个日本客户，一进来就这样鞠躬，就打鞠躬这样子，然后一直然后走也要一直拜拜。おじぎ多すぎ。まあまあ本当にいいけど、だからたまにはおじぎが多すぎてなんかちょっとしよう、私も。压力的感觉。就是台湾人就是你好，但日本人都你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啊，那个有一个就是每个礼拜要写周报，就是不的，每个礼拜都要。之前在别的公司可能不会，就是只有一个月开一次，然后这边的话就变好像时时刻刻都要盯着那个东西，然后每个礼拜都要做这样。那你觉得在日商比较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日本女生很可爱。很有礼貌，很亲切。还有什么呢？日本男生的话，比较忧郁的感觉。忧郁，ネクラの意味かな。確かに、うちのチームも全部ネクラ。確かに、老板がそうだもんね。我们三月也是ネクラ，就是他很忧郁，不太讲话。今天谢谢你，真的谢谢，谢谢，工作加油，加油。はい、じゃあ次の方です。天熊的大概的，说。好，那我们来问访问你。那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 Capsule 跟之前工作的话有什么差别吗？之前工作，猜猜看我是做什么工作？那个 crazy 的から絶対なんか舞台とか。不是，我有自己的一个舞台。难出去的，难道自分的舞台？我是电梯先生。上に参ります。何げですか？应该很常遇到日本人，对不对？很多。那对日本人印象有什么？他们就很严谨，很严格规定，这手呢要摆对，45度角，啊手要掐要放在肚子，敬礼要这样看着他们这样敬礼，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子，大拇指要长出来。哦，日本这样都写的。记得我有听过说日本人不可以这样子，要这样子。对，要这样。这样子。对。大拇指要收起来。那边请，他那边请。你们太严格了，日本人。Hello。那在 Capsule 的话，有什么文化冲击之类的吗？哦，
完全不一样。以前就是这样，欢迎光临。现在不是，现在就是啊，算预算预算算啊，然后自己妈拿牌片啊啊那边那边啊，三元要开演唱会啊，那边那边那边。然后老板找主管找，每天都一直找来找去，很忙，不能偷偷休息。YouTube 没有在休息，可能一天的工作很多，责任很多这样子。对，责任很多，做不完不能回家。对，然后变化太快了哦，一直在变。所以就是刚刚有人提到说，就是这个日商的话，要一周做周报。周报、月报、日报，Hello， 我要爆炸。那有没有什么其他在 Capsule 的文化冲击呢？之前我去日本就是很明显感受到，然后回到台湾又很明显感受到，因为我之前有去日本出差，就是每次我们就是下班之类就会说啊，是看到的上班的，然后但台湾人就说哦拜拜啊，或者是我要下班了哦。就是不会太多，然后日本人就说啊，谢谢辛苦了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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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去哪里？日本人一直在后退，一直在后退，要拿一个镜子看，怕被撞到。今回のエンディングビューは終わります。また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それじゃあ、バイバイ。バイバイ。どうだった、ズズ。本当に面白い。人それぞれさ、違う意見が出てきて面白かったね。そう。でも私が思ったのは、カプセルはやっぱり社長さんが日本人だけど、台湾人も多く働いてるから、日本の文化と台湾の文化が融合してて、2つ溶け込んでる感じがした。ああ、そうそう、うん。なんか本当にルールが多いですね。台湾の方が楽なのかな。そう、ロッカーとか、うん、手の形とか、うん、あとお化粧のルールとか。そうそうそう。皆さんはどう思われましたか？ぜひコメントで教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わけで今日の動画はおしまい。また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それじゃあバイバーイ。この動画が好きならコンテンツとしてグッドボタンを押してください。それから私たちの Twitter もあるよ、フォローしてお願いします。下にリンクがあります。それじゃあバイバーイ。